你我年少相识之时，我曾暗暗想过，我有国仇，你有家恨。若我招你为婿，你可以替我复国，那我便可以卸下千斤重担，做个逍遥快活之人，岂不妙哉？你有这样的心思，为何不早言明？因为我看不透你。不过，冯某现在心有所属，不能如你所愿了。跟你做情人，不如做盟友来得轻松啊。冯某也觉得，跟你相交莫逆，胜过做情侣夫妇。如今你降书在握，为明家翻案指日可待。日后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，多谢慕容姑娘救了远叔，酬金我会加倍给你。你找到降书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。况且往日承蒙远叔照顾，这一单就当我送你了。如此，便多谢慕容姑娘了。这冬青花树自然是入不了慕容姑娘的眼，若要讨你欢心，那得种摇钱树才是。知我者，相爷是也。不用送了。赵露姑娘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在我身边有何企图？你觉得我有什么企图？我怎么知道？上次千秋门你救过我一次，借着远叔就被抓了，王锤的店也没有了。这一次，你又引我上当，害得远叔和道乐身受重伤，我们差点全军覆没。道乐的伤还好吗？好不好都是你害的。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这次是我不小心中了三皇子跟青晓的计，但我从未出卖你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何不断的出现在我身边，搅乱我的生活？一会儿害我，一会儿又救我，到底为什么？
江爷，其实我有法子就倒乐一命。您怎么不早说啊？相爷曾托我研制还魂丹，去除紫渊姑娘郁结在五脏六腑的剧毒，此事您可还记得？您曾说过，需要一些时日，还需要一些运输。是。丹药，今日我研制出来了。这颗丹药也可帮道乐通气补血，救他一命。此事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。可惜啊，这丹药只有一颗呀。您既有配方，我明人再去配便是。怎么会只有一颗呢？这还魂丹中有一味药材是天山雪莲，百年生长，百年开花，几乎不可能再有了。也就是说，这颗丹药只能救他们其中一人。没错，这正是我无法开口的原因呢。哎呀，天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个难题我解不了，那就留给相爷来解吧。不必了，这个问题我有答案。紫渊，到了他比我年轻，也比我能干，这颗丹药本就该属于他的。你不后悔吗？我只求相爷一件事，永远也不要告诉他这颗丹药，也永远不要告诉他我中毒这件事。我就当是你答应了。紫渊，谢谢相爷。
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进我房间啊？你还拿我东西，你还给我！哎，你还给我！这怎么就成你的东西了？这就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我上次问你木偶在哪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撒谎？我的木偶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昨日是谁偷亲王？你小叔，子渊他到底怎么了？我探过他的脉，他病得很重。池金海当日胁迫子渊，强迫他服下剧毒之药，但是子渊没有为他所用，所以毒一直没有解。难怪他这段时间这么反常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他中的毒几乎无药可解，鬼先生手中唯一一颗还魂丹本来可以救他，但他亲手喂给了你。什么？你们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？你当时都快死了，这是救你的唯一方法。奎先生，那药还能再有一颗吗？你现在生龙活虎的样子，说明药效已经发作了，还能吐出来吗？我把子渊活命的机会给吃了，我居然把他给吃了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？奎先生，求求你了！哎，还魂丹的药性还在你的体内，药性还有效，若我是以金针过穴之法，或许能将药性传递给子渊。
这根艾条有助于你们进入深睡状态，艾条燃尽之时，金针过穴的结果也就有了。这是一场苦战呐，全靠你吹的曲子很好听，可以交给我吗？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紫渊，紫渊，我们的伤也好了，毒也解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？新的生活？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吗？你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，没什么。好吧，今天晚上虚实花园等你。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
好像我也经历过，只不过我是主动的那一个。那个，我还有事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子渊，哼，怎么，恨我坏了你的好事？哼，下次你跟冬月姐亲密的时候，我也来个出其不意。臭小子，我是在帮你。你这算哪门子帮忙？你不在的话，我们都成了。你想想啊，若是现在成了，日后想起来，这定情之地是在这后院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你真的想让紫渊的记忆里是这种场景吗？嗯，说的也是有道理。那应该在哪儿？你问我呀？啊，你自己的姑娘你自己追。哼。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干嘛？你可坐稳了啊！买灯吗？我要两盏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时候我娘告诉我，水灯可以将人的心愿告知湖神，湖神可以保佑他们想要守护的人。这里叫莲心湖，据说在这里放水灯尤为灵验。来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。嗯，小叔冬月姐，百年好合。你要写什么？我本来想写这个的，但是被你写了的话，那我就给卢大哥写一个。为什么要祝福卢川？你怎么不祝福我呢？可是你也没有祝福我呀。那这。
看个东西。我让画师补画了一张，挂在我们的床头，提醒我日日夜夜的记着你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全部都记起来了？这是我们未完成之事，我还以为此生不会再跟你出现在同一张画里了。他上次离开我，便是因为我为失忆所苦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是冯夕，你是冬月，我们是天生一对。相爷不好了，何事？月圆的门牌被毁了，不知是何人所为。被毁了？啊，那就再造一块便是，有什么值得大？想起往事，为何却不把月圆放在心上？参见父皇。啊，免礼。贫道参见三皇子殿下。古帝王祭天立极，必建立元楚，
茂龙国本，以免宗社无疆之修，今受三子庞玉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监理朝政，以重万年之统，系四海之心，钦此。